Namaste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老师，教你从瑜伽的基本动作及观念开始，建立个人对身心的状态与基础察觉，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平衡与健康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跟我们一起练习吧。反转祈祷式，首先将我们双手打开，手往内旋，让我们的手指头碰在一起，一个吸气往上，吐气停留，吸气合掌，手顺着脊椎往上，吐气再停留，吸气脊椎延展，吐气让肩膀放松，手肘往后，想象肩胛骨可以夹在一起。每个吸气就是头顶往上，颈椎延展拉长，每个吐气肩膀放松，手肘往后，停留5至10个呼吸。确定好之后，慢慢将双手放松，再将双手放到我们的膝盖，